各位早安哈，然后这个感谢主持人，还有那个林秀欣老师的特别主持，就是组织的这个活动，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评论何明修老师的这个论文，因为我跟何明修老师其实我们也有在合作做一些太阳花的那个研究，所以我就觉得说找我来评，有点尴尬，因为我觉得我很评不出什么东西，他讲的东西我大部分都认同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就是说生出一些这个对话的空间啊。就是说这篇文章，其实他在别篇文章他可能有提到，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在这个演讲当中把它提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来让明修有更多的这个发挥的空间啊。那这个里面有几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首先是明修谈到这个，其实这一点是这几天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太阳花的系列的活动，包括说华的民主书院啊，还有我们昨天中研院也办了一个讲座，那个都不是故意说大家要有什么时间上的冲突，其实都是各自安排出来的，也是一个历史偶然的结果，其实就是为了庆祝太阳花1周年，所以大家都办了类似的活动。那我们那边也是有一直都有很多争论，然后中研院办了8场的那个学院系列演讲，每一次基本上是每一场在现场都有这个不同派系的朋友，就是当时在太阳花学院以及结束之后，在那边有一些争论啊，有时候是政治就是口角冲突啊，有些差点打起来啊，所以那个过程当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说这个明修刚才提到的那个领导权，就是在香港人说大台啦，就是说这个一场派掌握权力跟宣布解散，就宣布这个收场的这个过程中间，到底他们的这个权，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以及就是就是说，其实我们这近年来办了好多有关学院的活动，看起来都是在疗伤止痛，就是说，或者是说让双方发泄情绪，比较像太阳花，不要当大肠花，比较像大肠花。这就变成说那个过程下来，里面一个不断持续被检讨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学院是有核心的，以及为什么这个核心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置群众啊，然后这个自己做决定而不去跟群众讨论，然后有没有可能发明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方式，更加去中心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运动啊？这是整个运动当中搞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明修或者是昨天我们那一场是王丹的一个发言，后来也上了《自由时报》，就是在讨论说，你这个没有领袖的运动，这个在组织的这个动态上面到底是可不可能、可不可行的，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我想要再请明修再进一步回应，因为昨天我们那个场是台港的一个比较，那香港的例子就是说是一个更加在空间上去中心，导致他领导权也去中心化的一个运动，最后是要收收不起来，要决策没办法决策哦，就是说其实这中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并不是说那样的运动就一定行得通啊。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说，以明修的理论来讲，就是那个双人舞，有一方的舞步是凌乱的，看不出策略，自己在左脚踩右脚那种状态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运动是不是还有办法最后达到这一步啊？其实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然后这个有一些人讨论的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4月7号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时候叫什么？领导的，作为领导叫联席会议吧。对，就是联席会到底联席会有没有办法不做出那个决策呢？或者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就是变成是公众讨论了，就是循这个野百合模式，让最后的结局的时候是有公众讨论的方式来撤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一年来很多争论是一直都环绕着这个包括学运的精英干部应该负多少责任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是在这里面的，在至少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比较没有谈到的，就是一个空间性的问题啊，就是说空间对社会运动研究的影响。这个当然在赵鼎新以前对
八九学运的民运的影响，就是中国的那次的问题里面其实就提出来，那就是空间的分析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好，那这个其实明确有另外一篇文章叫做 Crowdsourcing 嘛，就是叫做就是其实那个文章的东西这篇里面比较没有，那我是想要再请他再多谈一下，就是说那个空间的区隔跟它的所造成的运动本身的影响，这个其实还是会有意义，因为这个对即使群众是偶然的占领了立法院的议场，实际上未来怎么看待空间对社会运动的塑造问题，以及我们办法运用空间因素什么样的战略位置对于社会运动是更加有效率的，这还是个问题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另外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其实这个 polity 模型对于搞社会运动的研究的人来讲，我觉得是很够用，甚至是已经有点超过了。就是说，就是 Charles Tilly 以来，他的这个研究的版图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是很大的研究典范了所以就是导致说我们要超越他，其实相当的困难。但是呢，这一次的太阳花运动刚好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机会来面对这个问题。其实 polity 模型，他在讲到 polity 的时候，其实他不是那么明确的知，我们不是那么明确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太阳花是一个涉及到跟中国关系，是一个跟国际关系、跟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有关，跟政治，不管在政治或者是经贸各方面。那这时候我们对这个，而且它是涉及服贸协议，它也不是涉及到什么国内政策。以至于这个 polity 本身它的分析，因为 polity 其实我觉得在原先的用法里面，它是假设 nation state， 其实它是一个国家的，是用国家做范围在做研究。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运动，不管是扩散，不管是像阿拉伯的情况，或者是说乌克兰的情况，或者是台湾的情况，实际上都突破了 polity 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谈这个问题。这个所有的运动都涉及国际关系，都涉及到霸权的冲突，都涉及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局势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觉得也是相关的问题，是想要请教明修，也是让他再多给一些回应，包括说跟香港的比较，或者是说这个太阳花模式是否有可能在华人社会里面有得到进一步的扩散，这经验有没有办法继续往外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所以大概就是这三点。第一个是领导权的，因为这一年来大部分的这些争论的探讨都是在攻击这个当时的联席会议的决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不尊重群众这个。但是你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议题？因为昨天王旦已经表态了，他就说这不可能不造神他说不应该这样讲，虽然他是说他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运动当中出现 charisma， 短期内出现这种强烈的领导神圣化的领导核心，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这运动好像也没有象征，没一个象征的人或者是物可以去行说那第二个是空间的问题，第三个是这个 polity 的范围，跟其实这一次太阳花是一个就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就是跨国有很多国际关系的冲突，就基本上是这样。好，谢谢。好，这个谢谢这个林老师的回应。那现场如果有来宾想针对何明修老师的论文提问，那现在趁机有心的时候，那欢迎各位把这个提问单写下。那接下来我们邀请这个陈君凯陈老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为我们分析这一场学运，他的题目是太阳花学运的前世与今生，光明与黑暗。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陈老师。
大家早安。那个其实啊，就是说可能在这两天的发表的这个论文的人来讲啊，就大概唯一的可能在从大学部一直到博士，然后全部都是就是受历史学训练，然后或者是现在还在任职在历史系的大概只有我。那问题就是说，我当初被沈金凯找说，写一篇这个，然后说，我其实后来想了一下，我说我要怎么写，因为其实历史学界有一个很保守的一些想法，其实我面对的历史学界其实就是非常保守。我说那个保守不是立场上说你是台湾观点还是中国观点这样的保守，没有，他们包括在知识论跟方法论上都非常保守。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写这篇文章，当然因为我是那个很不保守那一种啊，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可以写，所以我后来就答应了啊。那其实答应以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写了一半啊。那为什么要怎么写？因为你要让它变成是一篇合宜的历史论文，那应该是什么？怎么样去写它？其实，去年三月就三月的这个运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开一个课叫史学方法，那我那时候就让同学做一件事啊，就特别是三二三以后就做一件事，就好，那我们就我们也活在历史中间呢。历史学者不是说等别人都死光了我们再来写历史啊，我们自己就活在历史中间，我们自己就历史的一环，所以这么有幸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这个历史，那请大家去看看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让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启发，所以就让大家去做掉，特别是后来就集中焦点做一件事，就是好，不然我们处理一下三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的清晨之间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结果让同学去做分组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资料非常的惊人啊，非常惊人的多，就是说包括影像，包括照片，包括网志啊，当然也包括其实他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些口述访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超出过去历史学者啊，因为历史学者总是要做一些研究的时候，你要这些史料。那这个史料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就是说，这个现你我甚至可以评估说，好吧，我们说要做二八研究，我觉得光三月二十三那天的资料到二十四的资料，比现在可能加总起来的二八研究的所有的档案跟资料还要来得多了，绝对是来得多的，而且他们都现在还在网页上啊，所以我说那我们怎么写这个历史？也就是说，昨天很多人在谈啊，说我们要重新定义法律啊，林嘉尔先生说要重新定义法律。其实对我们也在重新定义历史，就我们怎么样去写这个历史？那我说我怎么样去想这个东西？我就说 OK 好，那当然就必须去挑战很多历史的很保守的历史知识论跟历史的方法论啊。所以大概我就把我为什么要我怎么写这个文章先解释清楚，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去抓历史学有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去抓一个长期的历史脉络，然后那个长期的历史脉络它不会，就是它如果你抓到的那个脉络是就说清晰的，然后是有实证资料在支持的，那我想那个历史脉络它其实比较不会错。所以我这里面谈了很多东西，大概看起来好像跟这个运动好像没有那么明确的关系，但不是没有关系，而是说好，你运动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国民党，大家说国民党很烂，是国民党很烂，但是他的烂没有，他比你想象中还要烂啊。就是说他的烂是从历史上以来的烂啊，就是说那一种操纵整个体系的方式，好，那那一套东西其实从他们从一千年前可能就开始了啊，那一套东西其实就开始，当然不是国民党一千年前就存在，而是他的那套手法，他的那套运作模式。他的那一些那种体系，其实它是有长期的历史因素的。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去抓这个东西，而我自己是涉入这一个运动啊，其实也在这个运动里面，当然就是对我也可能进去做一些短讲，我也进去观察。那当然，历史学者也保守的历史派又立刻讲说，
这样你不够客观啊，对不对？你主体都摄入了，怎么会客观呢？ No, no, 我觉得他们的客观，第一个，他们的客观本来就是有点假的，因为他们当年看到的那个客观，其实他们常常忽略一些东西。那这个当然我对古代史就已经做很大的批判，就是说你看他们宋代如何啊，然后如何如何、对不起，你看到宋代的资料，很抱歉，他们都不是，就说你不知道宋代乞丐，你不知道宋代乞丐在想什么，乞丐没有资料啊，你也不知道宋代的妇女在想什么，只有李清照，李清照不能代表所有的妇女啊，对不对？那你本来就用宋代的士大夫的角度在看这个宋代的世界，然后你自以为你了解了宋代啊、这个可是我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可怕的是，几十年前我们看到很多是国民党的说法，我们这一个民间的说法可能很难被看到。